忙不忙？你好 Kina， 好久不见。我现在在复习大学功课，我很担心我的考试。你呢？我也很担心我的考试，我睡得很晚。你什么时候起床和睡觉？我半夜12点睡觉，早上8点起床。我也早上6点再睡觉。我现在很困。你觉得健康吗？我最近很难读，我吃了很多不健康的食物，因为我没有时间做饭。你呢？我最近也在吃不健康的食物，我觉得我们应该一起去吃健康的食物。好，我们这个周末去吃午饭，好不好？我这个周末不忙。好的，星期六下午怎么样？星期六12点半好吗？你想吃什么？很好，我喜欢中国菜，你喜欢中国菜吗？我很喜欢中国菜，我们一起去中餐厅好吗？我知道一个地方叫三里道。好的，我过后还想做什么？我爱甜点，我们午餐或是米粉吃台湾甜点好不好？好呀，星期六12点半中餐厅见。很棒，再见。我也是，我很好，我们进去吧。我们想看一下菜单，你喜欢吃哪种中国菜？你看这个，我想吃这道中国菜，我想要点担担面。那看起来很美味，我想我会点面。这个麻辣凉面。真好吃，我们现在去吃甜点吧。听起来很完美。你打算点什么？我想我会点一杯饮料，因为我已经很饱了。我想点这个。你呢？我可能也会点一杯饮料，我想 Jasmine Green Tea。 我刚刚收到我们的朋友 Katie 的信息，她问我们是否想和她合作去公园和他们一起跳舞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可以啊，听起来很有趣，我喜欢跳舞。你好 ，John Baby。我们很期待和你们一起跳舞。Yeah， 欢迎我。小苹果就
太有意思了，谢谢陪我度过这么愉快的一天。我们应该再次相聚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谢谢老师。